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常说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很美好、很完整、很有人情味、很丰富的文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哦。那这些人们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朝夕相处，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累积，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互动，其实到最后就会产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风味。而我们常讲说希望好所在，其实就是一群充满希望的人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生活着。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邀请所有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当作是深度的访谈，因为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访谈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更知道说在地有多少充满人情味、充满故事的人在这边努力着。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在今年二月开播以来，其实我们一直访问了非常多的来宾，而这些来宾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现场，其实都会带来不同的故事。所以现在也请您坐下来，好好的享受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来听到不同的故事，带来不同的风味。今天一样为您邀请到，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的这一组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一位哦，是一组，而是这个家庭。而且呢，今天有一位这个可能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年轻的小小小来宾，因为呢，他现在只有7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可爱哦。刚刚我们有听到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打招呼了。这个是我们在淡水的益课堂。他是由一位加拿大的老板，他叫做六，以及他的太太陈佩君，还有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六，say hi to everyone. Hi, everybody. 来，佩君。Hi. OK.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利用，因为利用已经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他聊了一下，就说他已经其实来了台湾18年了。对，哇，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而且也跟佩君他本身一开始两位都是英文老师，那都来到台湾的时候认识。哎，我可以先请教，当初怎么因缘际会会18年前的时候会这样子辗转，然后落脚到台湾？本来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有做很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些朋友，我们一起离开，然后一个人来台湾工作，然后我去泰国、印度、尼泊尔，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我花2年一直旅行，都是 Asia 吗？都是 Asia， 对， uh-huh. 都是 Asia。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像18岁、17到19岁的时候。我看很多像佛教的书这样子，所以我要来，我本来只是要去印度，对，所以我去印度大概半年，然后去 Nepal， 然后泰国那种like东南亚的国家，传统的佛教国家，对，然后花1年多，然后那时候我要回去加拿大。所以我会大概我会加半年，看家人，然后要回来亚洲的时候，我的朋友还在台湾，所以我就来台湾工作，开始教英文。所以我教英文1年，然后离开了，然后我回去印度尼西亚，然后再花1年旅行，就是大部分是在印度尼西亚聊过。聊过 Laos 柬埔寨这样子，然后做完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回来台湾。那时候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不认识，对，所以我回来台湾再教英文。然后那时候是大概1999，18年前左右。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认识，然后我都没有离开。哇，所以其实也很幸运，就说这个可以把六变成是台湾的女婿，对，就是可以留下来。那不过呢，后来其实
怎么从？因为我们知道是说，其实林勇跟佩君他们这样一家人呢，在淡水已经有一家非常有名啊，两家应该两家非常有名的餐厅是叫做益客堂，Cooks， yeah， K O O K， 但是这个单字是你们自创的，对不对？应该是没有这个单字。有，它叫。有点像怪怪胎嗓子，奇怪，奇怪的人 ，OK， 有一点有一点奇怪，有一点可爱的人 ，OK， 有一个我们取是因为那个我们很喜欢一个名歌手叫 David Bowie， 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对，有我小的时候，我爸有收集那个很多音乐，对，所以我们，我爸妈都是嬉皮那种的，所以我到17岁都没有电视，所以我们一直他会来介绍很多音乐给我听，然后他的 collection 很多很多，现在他有 like 大概10几万的 LP， 所以。那个黑胶唱片，唱片，对。他有做那一种像自己订的图书馆式的那种书架的收藏，对，十几万，哇、几十万吧，大概是我不确定，大概 like $150,000 maybe something like this， 对，所以。非常珍贵啊，这样听起来，对，对对，是他的 passion 真的。然后，所以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们有谈很多音乐的故事，然后我有介绍很多我很喜欢的音乐给他，然后有的他喜欢，有的他不太喜欢。但是 David Bowie 有一首歌，就是一个 love song， 然后是蛮好笑的，是他的老婆怀孕的时候，然后他是唱给他的小孩子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说，我要 welcome you， 然后但是我要跟你说，你要我们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有好有坏这样子，然后就是说我们是 cooks， 所以如果你可以。如果你不会读书的话，我们把书本烧掉，带你去旅行。可是，你千万不要去欺负别人家的小孩，因为我们不是很会去凶别人家的爸爸。对，就很嬉皮的那种 style。就是他不是要你很制式的，就是循规蹈矩，因为相对来讲，台湾的传统社会或是华人的传统社会，就会觉得说你就是 study， 对。考试，对，这个跟我的我的这个 childhood 很不一样，很相反，所以我的父母亲从开始就说，money 或是 studying 不太重要，就是你要如果你一直 chase success， 你会有一点。迷路的、所以this song 是我们觉得会当我们的 song， 所以我们要开餐厅的时候，他说这个 song 的名字可以当我们的那个餐厅的名字。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我很向往他父母亲的生活，对，就是在那一种有点像无人岛，然后你自给自足住在船上，但我又觉得说我们太年轻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试试看，去闯看看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些压力啊，我们去创我们的机会跟事业。所以我说 OK， 我们来试试看，在我们回去那个无人岛之前，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还可以在一个有人岛但是比较少人的地方，对，然后对不要太多压力，可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要做你就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 passion 你不要怕，你不要太保守，不要太 like 我一定要选聪明的，我可以选
你的 passion 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从大概，因为我阿嬷是非常会在做自己的面包，会蛋糕，什么东西都做会做。然后我认识培军的时候，他也会，他是从十二到十三岁开始做餐给他的家庭吃，然后所以然后我认识他，他大概24岁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做来煮饭，所以这个当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因为我们喜欢旅行，对，他喜欢旅行，我也喜欢旅行。那在旅行的时候，有学很多当地的那些料理。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办，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很有钱，那很多朋友我们聚在一起，一次都20-30个，我们每次都开。二三 party， 那我们就煮，我们是煮饭 party。OK。对，然后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的 theme 是印度菜，然后摩洛哥菜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觉得有成就感，因为都是旅行的时候认识的人教的，认识的朋友认识的对厨就是厨艺这样子。对对对，或者你的室友，你他可能是中东人啊，他会教你他们的道地的家乡菜。对。所以还有你，如果你去了泰国，那时候去泰国或者是印度，因为他们比较穷，对不对？然后你去比较小的地方，他们没有很多 industry 可以赚钱，所以如果有一些来 traveler 会进来，有我常常看到会有像一个妈妈或是他妈，然后他会。放一个 sign， 就是说、哦，如果你要学印度菜，你可以来这样子。所以我在泰国又做过，然后印度也有，就是可以就陪他们3天这样子，然后他们会教你来在印度我们怎么做 yogurt 啦，怎么做来 curry 这样子。OK，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看他们的生活这样子。就是真的是。跟当地人一起生活，而不是只是住饭店啦，就是这样。其实这样听起来，Leon跟佩君这样子前，不能讲说前半生哦，这样子，但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这样一路下来，其实都是一个生命丰富的累积，变成是养分。那直到现在，在9年前开了淡水，我们这一家就是益客堂，就是我们的这个Cooks，OK， 对。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说落脚到淡水？你们应该因为那之前你都是教英文，对对不对？你们两位都是英文老师嘛，对，所以到时候是落脚淡水，也是想说要在无人岛之前可以先。对，可是你在无人岛之前，你需要淡水最靠近理想的那种岛的感觉，然后你在台北步调也比较慢。对，我觉得在台北步调很快。对，然后你在淡水有很多灵感啊。对不起。不会。这小朋友可能也想要发表一下。这个小朋友是你们第3个宝宝。对。那现在是7个月，10个月，10个月大。对对对对。所以，3个宝宝，那所以老大是7岁吧？对。所以老大、老二跟这个第3位宝宝都是在淡水这边出生，都在餐厅长大。对，是。聊一聊餐厅吧。我们这个餐厅，对不起，因为资料上面写是，当然你看9年的时间，而且现在已经是第2家餐厅了，所以说网路上啦，或者说这个人来人往的观光的朋友，一定都蛮喜欢这个餐厅的。但是这里给我的写的资料写是美式餐厅，其实不完全是美式，对不对？应该是异国料理。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会做来蛋糕，很多西餐这样子，然后他。会做很多中文香料的东西，对对对，所以我教他，他教我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的 idea 是每个人说，哦，你要选一个 clear idea， 是墨西哥餐厅吗？还是 Japanese food 或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一直想，然后我们就说算了，我们不要就是 cooks 咯，对，就是比较奇怪的，我们。
我们就是要做我们喜欢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你们喜欢吃的就做出来给大家吃。对，然后就是很多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有很有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选一个，我们就所以我们有美食，我们有印度菜，我们有意大利菜，然后所以我们九年后，我们去年开我们第二家的时候，我们第二家的菜单是完全不一样， uh-huh.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做。对对，我们不要一直做一样的东西。Uh-huh. 然后第一家九年之内，我们一直加东西， uh-huh.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喜欢做，然后觉得好吃，我们会做给客人这样子。但是这样子。跟一个餐厅的 owner 来说，一个经营者来讲，最大就是因为餐厅大家都知道会将本求利、哦、就是 cost、嗯、对，就所有的这个水电瓦斯人事开销这个成本应该是很大的考量。可是如果说你要准备很多的食材，那其实成本应该会相对蛮高的哦。对，是蛮这个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我们就想我们要我们的东西都是真的好吃道理的，然后我们不是 business people， 所以这个是后来学的lesson， 真的，因为我们只想要看到客人吃到看到那么大的沙拉，然后有不同的蔬菜在里面，然后很满足的脸，然后跟吃下这个肉是那种这个是一吃就知道是你自己做的，嗯，你自己腌的，真材实料的。对，我们看到那个脸，我们就忘记怎么去算成本。我真的。又可能又呼应到你们的这个店名，就是这个 Cooks， 嗯，对，就是一个有 passion 的，然后想要把东西做好的，然后就很好客的。嗯，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们不只是把客人当成是客人，而是你们的 guest， 就是希望他们来做客很满足。对，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选择是很 lucky 的，因为工作很多，然后很辛苦，但是。你来我们餐厅的时候，每一个人会找到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吃面，我们有意大利面； uh-huh. 如果你要吃，如果我们素食的东西也是很多，我们汉堡、牛排那种东西也是都有。所以，很辛苦，然后很多事要做，但是，就聊天咯、嗯、因为就像我们以前的 style， 就是客人我们的朋友来，我们就会去煮东西给他们吃。今天煮好，我们今天煮意大利面，然后青酱我们自己做，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聊聊很多，就会九年来我们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听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常都觉得可以写书了。嗯、对，你会听到深入，然后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对，其实我相信，因为其实看两位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相对应该是蛮好客的。从以前你们喜欢去四处旅游、四处旅行去当客人，到现在就是在淡水一个基地，可以让世界各地啊，或者说不同的观光客来到你们餐厅的时候，也可以有宾至如归，可以享受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对待。其实这也都是你们。应该说，你们喜欢被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也会这样子来对待别人，是不是？对，就是像家人、嗯、像朋友，很容易会变成很亲的朋友。Okay. 对。Okay. 好，那再请教哦，就是当然，我觉得说有一些餐厅这个有美食以外，美酒也很重要。在Leon，你们餐厅里面是？如果说听这样子不同的这样菜色的话，是都通常会有，比如说有啤酒可以选择啦，还是有这个葡萄酒，是怎么样的搭配会比较好？我们都有，所以就是因为如果你吃像比较像汉堡啊那种东西，我们有很多啤酒啊，如果意大利面啊、披萨啊，我们有红酒，所以我们都有。然后如果你有你自己的 preference， 我们应该会有，所以 OK 是这样子。对，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有朋友有好酒好哎、欸、好菜好酒，那朋友自己带，对不对？就类似这种感觉，那就很舒服。哎、欸，那另外你们的第二家店，现在第一家店是已经九年的时间，那去年有第二家店，对，可以聊一下。你刚刚有讲到说两家店是又不同的风格，或是不同的菜色，是不是？对，也是叫 Cooks， 所以是一个 evolution，、uh-huh. 所以是同一个 spirit， 但是所以我们有海鲜，然后我们有 pizza， 我们有牛排，但是我们开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决定，我们不要就是再做一样的东西，嗯哼，我们会有一点无聊，所以我们要 challenge 我们，所以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说好，我们怎么可以做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第一家没有什么 pizza， 但是我们很喜欢做自己的面包这样子，所以我们又开始做披萨这样子，然后牛排还有一些海鲜的东西，因为我小的时候吃很多海鲜，所以我很喜欢，所以我然后我们在淡水，所以一定要有海鲜这样子。但是你异国的风的料理的海鲜、嗯，我不知道说你会怎么样处理海鲜，因为像，譬如说有些时候在台湾比较常吃到的海鲜，就是蒜头、嗯、清蒸，嗯、哦，好像就是吃这个原味、嗯。但是如果说以你的做法也是类似吗？还是不同、啊？有一些是这样子，有一些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泰国的，鱼啊，这样子泰国的口味，然后有一点酸辣这样子，嗯、然后我们有Boston, 像也对像 style 我们有一个比较crispy fried fish， 像 like America 的南部那种的，然后有一个辣椒酱，比较那个说那个比较配合。喝啤酒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有四种不同口味的辣鸡翅啊，泰式乐派，嗯哼，对，然后蛋菜，蛋菜美式乐派，那个是比较像我加拿大的口味，对，嗯，然后地中海的串烧，嗯哼，啊，听起来真的就是很多环游世界的感觉，嗯，就是把世界各国的不同的这些异国的料理，对，有时候我们很忙很忙，然后要犒赏员工的时候，我们会全部都来一个放在桌上大家一起吃，哦，就感觉像是世界的那种料理，对，凑在一桌。嗯，可是这些菜色也都是你自己研发吗？还是你们有在请？都是我们的， okay. 我们两个，我们对叫，嗯，都是 ，I mean 已经九年了，所以我们固定的菜色就可以给别人在，那你们自己再去研发新的菜色。对对对，我们常常，像我们第二家餐厅还，然后第一家都有每一个月会有新的东西。OK， 这样子，我们第二家开的时候，我们有。create new things， 然后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可以适合第一家店，我们会教他们做，或是送到那边这样子。嗯、是，嗯 ，OK。不过现在真的，看Leon跟我们的佩君哦，其实这样子这个十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然后还有再加上是说在淡水地区的这个 Cooks 的两家店都已经开幕落成了，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尤其很多朋友如果说你有些时候想想就说要吃这些比较异国风情的料理的，哎，这不妨说。应该在网络上啦，什么都可以查到相关资讯。嗯哼，对对对，我们、查 Google 啊，然后 Facebook 都有，啊、很容易对。就只要查 Cooks K O O K S， 或者说这个异客堂哦，异客堂其实哎，异客堂这个名字也算取得非常的不错，对，是不是也有在他乡做异客的？对，就是对奇怪的人啊，或是外国的人啊，奇异的客人啊，来这边吃饭。是哇，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含义。好，那差不多的时间，因为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Leon跟佩君就已经有讲说，哎，方便来带小朋友一起来受访。我说哇，真的太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很难得来到那么年纪轻的这个小来宾哦。不过目前他还是。
这25分钟差不多的时间是可以在他容许的范围内，所以最后有什么打算？有没有 plan？ 最近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吗？最近新的计划，目前还没有。宝宝给带好。对，我觉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餐厅上，然后跟朋友聊天啊，然后已经其实你像我们跟朋友变成好跟。客人变成好朋友，我们会听到他们的个人的故事。那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像我大儿子已经7岁，我应该要 focus 在小孩子的成长上面。他的 education 啊，什么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比较像是让我的大儿子来学，让他融入我们。OK， 对他已经是融入整个餐厅了嘛、嗯，但是开始我们可以比较 focus 在。他的兴趣上面，对，跟餐厅结合。OK， 对对，这个4年之内我们很忙，就是开2家店，然后自己学很多东西，一些 business 这样子，然后有三个小孩，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 balance 一下 ，OK， 就是 relax 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每天工作，但是每天带小孩去工作，3个。非常厉害，好，我们感谢希望好所在，就希望说把所有很希望的人们都一起邀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让大家都知道说哇，原来我们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就丰富的故事跟丰富的人来组成这样的一个地区。OK，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休息一下，稍待一会再回来，感谢您，谢谢，谢谢，谢谢。